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风波持续多月，本港旅游业近几个月来受到影响，访港旅客大减。香港旅游业议会早前公布，八月访港旅客按年大减四成。香港旅游业议会最新数字显示，九月首十日每日均只有15团内地团访港，按年大跌九成。旅议会指出，因为近期示威活动越演越烈，不少旅客因担心安全问题而减少访港意欲。中秋假期将至，记者昨日下午到尖沙咀码头一带视察，发现访港旅客人数比以往减少，而且周围的中秋气氛亦都不算浓厚。有内地旅客表示，以往曾经在香港过中秋节，但感觉今年香港的中秋节人流比以往少，气氛亦较以往差。你是第一次在香港过中秋节吗？应该不是，我来的比较多啊。那您觉得就是今年的香港中秋节的氛围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就是人少了一些。因为我来香港也差不多有20多次吧，应该有20多次。然后，反正以前应该也有国庆和中秋这种节日来过，可人比较多，然后可能会氛围好一些。现在就是感觉人少了一些，没有那么多人气。亦有旅客指香港的中秋节没有特别的气氛，又指近日社会气氛变差，期望香港社会气氛尽快回复和谐。对，今年香港中秋节的气氛怎么样？很静啊，都没什么气氛一样的，好像都没有什么那个放烟花什么东西。今年中秋节准备怎么过啊？就是为内地过了的。你没有什么中秋节祝福的话可以跟观众说一下的吗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开心愉快一点。就是现在香港那个气氛和谐一点了，就是这样了。